宅男女神周秀娜最近登上某八卦杂志封面，说香港的富豪圈里面最新流行了一种约女明星坐直升飞机去澳门饭局的玩法，当然这个饭局包含不道德交易。杂志更引述一名银媒的消息，指有好几名圈中身材出众的女星都是富豪们的挚爱，好像是熊黛林、周秀娜和陈静，而他们的标价分别达到200、150和120万。12月30号晚上，周秀娜出席某经纪公司的晚宴时表示对这些所谓的新闻见怪不怪。我觉得都是娱乐新闻，如果大家觉得看这样的一个娱乐新闻就大家有兴趣的话，那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伤害性，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是觉得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要是真的有的话也不用做得那么辛苦。周秀娜这么说，是觉得杂志上说的自己的饭局价过高，还是自己平时接的饭局都很廉价呢？为了平息疑虑，大姐重申自己从来没有出席过这种饭局。我倒是没有，不是，还好我就身边的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之前也有听说过，可能是打去公司，不过我自己就没有收过这样的，就没有收过这样的一个邀请，对，所以公司的人都有推掉。打电话到公司邀请一位貌美如花、身材出众的周秀娜出席富豪饭局，那打电话那个人如果不是脑残，就肯定以为周秀娜在中国城上班的吧。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